别紧张，不要慌，飞轮捏住，不触。单排，人榜杂技，以万名。跟骆驼博弈，千万不要让它压迫到我们的走位，这块板子不能拍，会被架住。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教你。假装骗钩，实则不是哥们儿。老实了，下了，都给你下了。这打骆驼的真机而会心。再转去前面的板区博弈的话，咱们的处境就有点劣势。但是 ，sorry what dog 呢？板区博弈可是我的强项。这个板子拍了会被勾，但是不拍，这个位置也会被勾。所以跳球躲开一勾。那这个时候肯定就要有人问了：方老师，方老师，短板博弈咱们处于劣势，该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咱们可以返魂。他踩板，但是咱们还是转不走。先找个墙体卡一下视野，尽可能的去利用高墙区的地形去限制他的钩子。火球封板子。看红光，不要被反绕，回头进板，但是不要走。博弈到砸头之后，咱们就有了转点的资本。头有点痒，蹭下墙。板子前面有火球，所以咱们大胆翻。哥们，你要吓死谁？别慌，一个球拉开。他还有甩牌，先别走，卡个视野。博弈抽刀，下板。身为一名 OB 位牛仔，最看不下去的就是队友嘎在自己眼前。牛逼，一进双刀，但是电机压好了，他能活吗？我觉得不能，闪现秒掉再管门，红夫人还是有平面。果然有平面。念希怎么打？先看他动作，起跳，反走，接翻窗，接飞轮一盘闪现，接短暗钩，接睡觉。